由魔术师为他变出一只手表，让他又惊又喜。但佩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表呢？现在当妈妈，我觉得挑表又多一个条件，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要防刮耐磨，也不会弄伤小朋友。皇室的小公主诞生，而后凯特王妃就踩着高跟鞋美美的出院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英国人都不用坐月子吗？佩晨妈妈，你怎么看？我发现这个国外的妈妈真的好酷哦！记得自己刚生产完都是包紧紧，但是我很羡慕，我看到外国人其实没有这些禁忌。就在记者会进行时，有位幸福的准爸爸在社群网上po文，感谢吴桐妹和贾静雯，更说会将幸运转成幸福，让一家人一起拥有。而佩晨的反应是：我现在都好恭喜哦，因为我觉得，迎接一个宝宝的到来，真的是一个家庭的喜悦。没错没错，同时贾静雯也po文分享喜悦。不过我们倒是在照片上发现亮点，难不成贾静雯左手上的钻戒是来自于修杰楷？